两次的共餐聚会现在成了板桥百寿里和介寿里这些长者最期待的日子。专心聆听慈济志工的分享，更重要的是享受健康无负担的舒适。对，身体健康吃好，啊，那个我们环保也很好，没关系，这个回收的咯，感恩啦，感恩。阿弟都爱斗招，厝边讲阿伯歹啦，咱斗阵来去啦，好。英法族共餐来参加的彼此都是老邻居。 但难得有机会一起说说笑笑。志工还带动大家活动筋骨，叮咛阿公阿嬷随时注意自己的健康。大家吼，大家吼，皆熟悉一寡这老伴啦吼，感觉讲安尼，大家拢真趣味啊，了，较袂无聊。谢谢。啊，觉得是让老一辈的有一个地方学习，让他们在。 子女外出，让他有事做，还不会胡思乱想，是一个健康的管道。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志工扮演健康大使，找回活力，身心都不老。大爱新闻，这是美志工傅秀英、黄清峰台北报道。